那今天开到4点半了、哦，哎、欸，我刚刚讲的吗？好，没关系，可以再讲一次。国外已经有人玩完了，你知道为什么国外已经有人玩完了吗？因为有些加机19号就已经有了，哎、欸，有些人应该说国外有些外国玩家19号就已经有这个游戏了。啊，我们亚洲地区呢，只能到23号、22号哦。比较慢一点啦、啊、不然的话我也想要把它玩完，好吧。然后昨天我说我想要回头把一些东西解一解哦，但是就目前这个状况来看的话、啊，还是先往前一点好了。没有出现东西啊，会不会在上面啊？哦，我怎么可能吃得到这么高的东西啊？这应该是要我等级最高的时候才吃得到吧？那我 calling， 好不好吃啊？非常好吃。人类怎么样？在吃鱼刺啊？哦，快死了，谢大家。差一点，差一点窒息。他们都不会跑哎、欸，傻乎乎的。The spring of 73 was a magical time in Port Clovis when local favorite Trash Talk placed 20th in the dirt. 哎哎哎！ City placed first in the country for petty theft. 不要啊！嘿嘿嘿，我还差两个人类啊，让我解一下任务嘛。大家是怎么听到无线电的？哦，游戏嘛，哎、欸，不用太认真。这解完了，好了，赶快跑，赶快跑。嘿、欸，啊，渔船来了，先躲。这游戏最高哦，刚刚有一位观众讲最高30等啊。你的鲨鱼到了10级等，就会变成一只全身发亮的闪电蓝色鲨鱼。我现在好像才8等，我还没有办法进化成成熟期啊。我现在正在想办法，赶快尽量升经验值，让我进化。来呀、啊！哎、欸，这个鳄鱼我现在可以撕咬了、哦。哇，我变那么大只，我都不知道哎、欸。哦，想当初我还没办法撕咬它，现在我可以任意把它咬住了。咬屁咬啊！当初欺负我欺负得很爽是不是？干，我快死了。但是你要先死，让我血多一点啊！哎、欸，还可以再生呢、欸，让血变多。哇哦！再生，再生，我会变金色嘞、欸！啊，这个要生吼，然后伤害变高，哎、欸，不够生了，第三阶段。我变得比以往更强大了。哎、欸，到了，是这里吗？哦，终于上来了！哦，好开心哦！这边多了好只水母，好多只水母，不是好只水母，好多只水母，我出来了，在这里面折腾了快5分钟。哇哦！我吓我一跳。我还有一个给你这样特写呢，顶级掠食者。哎呦，原来有鲨鱼！哇靠！哦，哇，这一只 ！Oh my god！Oh my god！ 哇，哪里啊？它不见了。哦呦，那咬我好痒哦！我还以为你多强呢，可是它速度好快哦。他速度好快啊！我靠，还好啦，是因为我有强化过啦，所以我的血还蛮厚的、
这只是受过污染的，受过污染的鱼了吧？把你吃掉，枪吸收你的能力。哇，骨质进化呢？追加伤害抗性，在船只战斗中最为有效。击败其他的顶级掠食者，收集完整的设置。斯巴拉西。然后金汤在这里嘛，我们先回去装备一下新的技能。后面会打大白鲨，水哦，猛摆伤害加 5%， 船只撕咬加 12%， 这是专门对付船只用的啊。这个牙齿是怎样啊？剧情来了。Back on board the Cajun Queen. 卡金女王。My son. 我儿子。他是来过暑假的。Marine biology. 他的手换成钩子有没有？ Look at that. I got one hand can still tie a hook. You got two can barely tie. 他儿子感觉像洛基。Must get that from his mama. 你儿子等下被我吃掉了，我跟你讲。Yeah.You used to help my daddy around. 哦，这是他爸哎，跟他长一模一样。We wasn't close. 猎杀者，猎杀人。That's all he was. If anybody were gonna catch the mega, it'd be him. Thought it was a government experiment, got himself loose. 政府的实验让他逃跑了。He wanted that job. 巨大鲨鱼逃跑。Wanted bad. Found it once.没有字幕了，哥哥。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What happened to your father? What happened? Look, I ain't got time to answer questions all day. Got work to do. 新篇章。我们最终头目应该是这个皮特啦。Our young bull is the inheritor of a long family tradition, struggling to find her place in the world. 篇章四，洞穴新世界，我们有新世界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他们都拿枪啊！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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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我还差三个人没咬，被发现了。我靠！你他妈搞错啦！不要！这别的鲨鱼啊！现在不是时候啊！哇，别的鲨鱼来干嘛？会死啊！哦，怎么有别的鲨鱼？哇，差点就三级了，就差那么一点点，我就三级了。补个血啊！我才补这个样子，我天哪！快闪快闪！我这里最安全。你他妈有本事就过来射我！来啊！
快升起了，盯一下，盯一下。再找一只十等鲨鱼，我应该就升级了吧。好，我可以去进化了。不过我要先躲一下。哎，不用躲，没有造成什么威胁。我要去进化了，成熟期，加加。成年了，没有新技能。哎呀，就这样子啊？有比较凶吗？好像有。嗯，还是用这个好了啦，感觉这比较好用哎。你可是只公牛杀别输啊！不会不会，我不会输的。嗯，昨天这家伙又来了，现在又来了，先禁言。那时候还搞不清楚状况，想说他在洗什么东西，看来是来乱的吧？知道帮，知道帮你禁言了，可以挑了吧？靠，那么凶残！不是吧，二打一啊、哦！别跑啊！哇！他被我顶起来，来呀、啊！哎呦，啊呵！可以去撞那个门的吧？好，来了，第三阶段 ，Pookie， 哎呀，帅啊，帅啊！保罗，我要你的命！保罗，你是我的了。耶、yeah ！多了新技能，该躲了，该躲了，好痛！不来了，深深一下好了。Is the ideal stage for the shark to meditate and harness her pure potentiality. 可以再往上升，有没有？等一下好了，感觉更强，最高阶的呢？那最高阶是金色啊！哇，你看这个牙齿，哎，我觉得他这样子有点不好哎、欸。你最高阶少说也来赋予一些特殊能力，对不对？不是有一些游戏都会，你最高阶有没有升到最高阶之后呢，会多了一个最高阶的特殊能力？比如说像这个牙齿会放电嘛，你要升到最高阶旁边附属阶段五的话呢，哦，你的牙齿呢会飞出去咬人，对不对？就像海贼王里面的恶龙一样，有没有？对，啊，这样不是很好吗？进食获取生命增加，哎、欸，这个、哦，哇，我刚才把黄色用完嘞、欸，这个概念嘛，哇，有效有效。
哦，他嘴巴吃饱吃高尔夫球是不是啊？顶级的呢，来了，看他怎么攻击。先打了，看他都不动是怎样啊？我的装备有升起来，还蛮好打的啊。好像被我海吊起来打、啊，整个被我吊打了。这顶级要挂啦、啊！快点，赋予我新能力。哦，全新的东西。看来是被强制战斗了、啊，完全强制战斗呢。先回去看一下能力好了。ARK 那个模组订阅就好了嘛？没有啊，你订阅之后，你还要进去游戏的界面，还没有进游戏之前，不是有个模组吗？你要把那个模组拉下来啊。模组拉下来，你就可以用啦、啊。伤害抗性哦，闪避石。哎呦，只给拿，防御率增加了、哦。我不给你申报。有、哦。好不容易解完，怎么感觉又多更多的感觉啊？哎、欸，这个是什么？顶级罗西，打死他之后，他这个旁边的奖励是什么啊？多了一双手，该不会我可以用新的鱼种吧？去打一下好了。耶，两期，那个是叫七吗？更新家族，检查，这边解完了，我又可以去推展剧情了，是吧？与其回去，我想要先看一下我能装备什么、啊。是我的鲨鱼会有一双手，就感觉很帅啊！在哪里啊？有多手吗？手在哪里？嗯，我没有看到我的多了一双手啊！它不是装备啊！哎、欸，哦，我懂了，啊，只能装三个。好难过、哦，陆地移动速度增加，我还蛮想看看在陆地上会不会长一双手出来，没有，并没有，还是一样。好，那我觉得没有升级的必要了，目前应该还是先以这三样为准吧。一方面，我必须要获得更多的矿物质，然后还必须要用这个来探索，然后还需要升这个。哟，再来呢？82%，是哪里还没有录到啊？你没有看到这边全部都已经摸完了吗？还是说某些地方可能要透过，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完全体打破里面可能才会有，但是宝箱也差太多了吧？宝箱差5个算了，惊叹号，我们去追踪这里，然后呢，结束这回合，好，我们就带这样子。可是你看哦。刚刚有人说这个是获取蛋白质，是拿来增加经验值的哦。可是你仔细看，它的图案跟这个简直一模一样，
就说这个是蛋白质吧。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这个应该是这个，我觉得。它不是经验值。矿物质，矿物质的话应该是蓝色这一个，对吧？你看，它这边就是一个水晶的符号。陆地上存活25，然后呢，这个蛋白质是这个，我觉得是。然后呢，它可以进食获得生命值加15%，每个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矿物质很缺啊，我们还是装这个好了。耶、yeah。新理解。Back aboard the Cajun Queen, family tensions are at an all-time high. Q. Kyle, what's wrong? Can you catch no reef? I can, but this one's like 20 feet. 15. 15. Can't do it. I'll come out there. I'll do it. The old man with one hand. Yeah, well, maybe you shouldn't be mutilating baby sharks. What you say? Nothing. Boy couldn't catch in a diaper. You telling me how to honor shark? Believe that? I mean, I came down here thinking it'd be a good opportunity for some father-son bonding. 加强父子关系。I don't know.I might start looking for another summer job. Hey, 看来他是Not everybody made to be a fisherman. 半强迫是被带到这里的。I just hope this whole university thing works out for him, yeah? 啊，连老爸都放弃了，你还是去念大学好了。我们这个杀手，鲨鱼杀手呢，已经、要绝了，因为你是扶不起的阿斗，有没有？直接叫去念大学，你要到第五章了、Scared。然后我们的进度现在是50%了，有够快哎、追踪一下，在哪里啊？这里，从哪里啊？从这边。该有一年多了吧。好啦，这边可以存档。太棒啦！太棒了！